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最新出品的独立游戏啊。那么，大陆现在主流网站呢，都翻译叫做《空洞骑士》。《空洞骑士》推出之后呢，马上就有了汉化的版本，而且呢，这个游戏啊，大叔试玩了一下，整体的游戏素质呢非常不错，而且自己的风格呢也比较独特，所以大叔啊，给大家试玩一下。那好，咱们开始游戏啊。这个是大叔试玩的存档了，刚玩了2分钟吧，咱们从头开始。游戏的开始呢，是一段看起来像是诗歌啊。那么，它也为整个游戏呢定下了一种基调。然后是一段 CG 啊，这段 CG 呢好像是什么铁锁啊，在锁着什么东西。哦，这个东西看起来，现在看有点像眼睛啊，但是整体呢更像一个蛹。啊，画面上这个小家伙呢，就是咱们游戏的主人公了。咱们整个游戏当中操作的就是他。卡通的风格啊，非常浓郁，但是游戏呢，又有一种让人感觉非常的哀伤的情绪在里边啊。好的，咱们出发啊。游戏稍稍有一点像恶魔城系列啊。现在只能挥砍啊，现在只会这一个技术动作啊，这就是敌人。哎呀，撞到了，撞到了。然后他掉的东西呢，好像就是钱啊。这个钱，咱们现在有4块钱。游戏唯一让我感觉有一点不适的地方，就是每当你砍中敌人的时候啊，他会向给你有一个力回馈的效果，你会向后啊被崩出一段啊，这个感觉不太适应。尤其是你如果在比较狭窄的地方啊，你砍敌人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失足啊。交互。攻击敌人收集灵魂，然后按住 B 可以治疗，这加血啊，咱们试一下。好的，满血了，5滴。砍在空中砍敌人也有一个力回馈。这边有什么啊？这是一个隐藏的房间。啊，那2块钱掉下去了，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这是个钱袋啊，这个钱比较多。你现在40多块钱。好危险啊，刚才脑袋上面掉下来东西了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哦，这可能是那个能量啊，能量。哎，额外的多了2滴血啊，额外的。咱们7滴血现在。哎呦，我天，吓死了啊！哦，上不去了。哎，哦，刚才他的时候按住左啊。大家注意啊，大家如果试玩的话啊，如果也玩的话啊，掉下来的时候按住左。不行，这坑太大了，我觉得我跳不过去啊。估计以后啊，人物会习得一些特技。什么弹枪跳了，超级跳了啊，这种二段跳之类的。空洞巢穴啊，本作的标题呢，
空洞两个字啊，指的就是这个地方。骑士才指的是咱们操作的人物啊。这门好结实。好的，碎了。路上可破坏的东西非常多啊。妮考，妮考应该是一个比较著名的，是比较重要的地方啊。啊，这个人，毒贩，旅行者。啊，城市里只剩他自己了。别的住户呢都下井了，咱们也得去啊。地图补给啊，这是地图商店啊，以后会用到。然后呢，咱们往这边走走看啊。刚才路过的那个地方就是井啊。这个游戏比较石门哦，需要一把钥匙啊，我们没有，所以咱们先下去了。这口井就是空洞啊，先往右走啊，习惯啊，看迷宫习惯，先往右走。哇，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敌人啊！破坏起来很爽啊！好，这个。什么地方 ？Goa, Noodle Island。黑蛋，我说是蛹啊，它叫奇洛。一枚巨大的石蛋啊，对，石蛋。我还以为是蛹，结果是一枚蛋。看来这是游戏的核心的秘密所在啊。咱们哦，反复破坏呢也不会出现东西啊。好了，咱们往这边走啊。哎，这边有地方啊，这是一个钱袋。90块钱了，不少了啊。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咱们是手柄操作，键盘的键位没有找，因为恰好手上有个手柄啊。哎呦呦，天哪！我这么深啊，我还能往下去？我要探一探上面去啊。昨天给大家更新的《热血物语》啊，也是用手柄玩的。有一点不太习惯啊。看看这边什么鬼。哎，那有个虫子。哎，不行，我跳不上去啊！现在有个钱袋，先捡钱袋吧。现在跳不上去啊，估计以后会习得什么技能吧。哎，这个敌人，哎呦我天！他会跳啊，这个敌人会跳。胖胖的敌人，哎，脑袋上有个角啊，这也是冲撞系的啊。蚊子，哎呀，啊，就是这种啊，就是你在空中砍中敌人了，他会给你往后崩一段啊。哦，天上还有
陷阱。好，蓄力治疗一下啊。上面有个钱袋。哇，撞到我了！我砍那个，他撞到我了。再治疗。好的，哎，这个治疗系统做的非常简洁啊，也非常实用。这什么地方？看看啊！看起来像一个矿场啊！哎，下面有人。这什么破歌啊？啊，他是个小矿工啊！还有电梯，好，能量满了，哇，这些能量可够治疗个两三滴血的了。这边有什么啊？哎，这还不塌啊？看来是我体重不够啊，我跳一下，不行啊，冲过它，等我重一点的啊，好了，走了啊，这里没什么东西，有隐藏的呢，也不知道，哈哈。以后会有地图系统啊，但只是现在没有。而且本作的地图系统呢，好像也比较复杂，不是自动开的。哎，这是一个，我天，这是敌人啊！哇，疯子！哎呦我天，这是个 boss 吗？我要治疗啊！我以为是，我还想跟他挂呢啊，结果被打了。哎！哎我天！我都不确定能不能打死他啊！先不知道该不该来啊，咱走吧先。他好大个啊！哎呀，怎么被这等重东西也能扎到啊？好的，治疗了两滴血。好，满血了啊，治疗齐了。上左边去探索一下，看有什么啊。是那个黑蛋，黑蛋所在地。我上去就回去了啊。左走吧，右边差不多了，我感觉。哎呦，哇，这货得砍三下啊！治疗。我们很别致啊。哦，他在哭。哎，不能互动啊。不能砍，这是丢了什么东西吧？哎，可能是那些小虫子啊，咱们要救出来。看它就是很像啊，咱们去找找吧，看到小虫子啊，然后再回来找它。朝圣之路。哎，打不了啊！哎，这货也不让过，这
穿山甲。隐藏的，隐藏的路。哦天，我这里看着就危险啊，下边是尖刺。我头上还有这东西，头上有陷阱。哎呀，我能量是满的，浪费啊。我天，这什么鬼，这过不去啊。我不会弹枪跳啊。别扯了啊，不要扯了。哎呀我天。砍了墙一下啊，把咱们崩回来。就感觉这个游戏啊，就这一点比较令人不太舒服吧，操作起来。刚才跳小了啊。根据按键的轻重呢，判断人物跳跃的远近呢和高低啊，是当年的FC 的马里奥引入的。一直沿用的，沿用到现在啊，现在好多动作游戏都有这个设定，标配了吧。这货会跳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哎，上边一个，这什么虫子啊，哎也够不到啊。算了啊，算了，咱们好好的过啊，好好把这过去。咱们继续这儿啊，看起来这里更危险啊。哎，这什么鬼，哎它会生小的小蚊子，小蚊子。完了，钱都掉下去了啊。啊，这个虫子。哎，我不能钻啊，让我也过去呗，我回去了很可能掉下去啊。小落脚点太小了。好，咱们救出了一个虫子啊，咱们回去找一下它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奖励之类的。感觉是一个支线啊，并且带有收集要素。啊，那边还没走啊，那边还没走，但是咱们先要上去啊。哦，是这个大地图的左上角吧，上应该走这边。哎，弹了我一下，治疗吧。这个需要慢慢适应啊，砍人之后啊，需要慢慢适应。很有可能原来你能跳过去啊，但是现在你被弹了一下跳不过去了。好的，地图啊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。哎，救回来一个。哦，喂，十块钱，就一个虫宝宝是十块钱。就一个虫子十块钱啊，哦，咱们现在要往那边走啊。哇，撞到敌人了啊。再往这边，哎，这是谁啊？嚯，当家子的。啊，他是制图师啊，看来他跟地图系统有关啊。地图30块钱，买了，获得一张地图啊。Choco, look at this. 单靠地图无法显示所在地。罗盘。啊，他在你嘴那开了一家地图商店。好的，咱们还要回去啊。哇，看起来真危险。哪能回去啊？
能回去呢？哎，我这被关了，为什么？这是个小 boss 吗？没砍死他。好，再来一下。哎，还有啊！我疼疼疼！好的 ，boss 打完啊。掉血了，治疗一下。觉得咱们越来越往里走了，咱们应该回去买看看地图。啊，那边跳不上去，真的啊！哎，这好多钱袋，哎，拿完这些钱袋呢，咱们就回去买地图。买他说的那什么东西来着？245啊，应该够了，应该够了啊！回你口，应该是这边走啊，然后往上，来看一眼地图啊，这地图不全呢，而且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啊。是不是这儿啊？忘记了啊，看看啊，应该是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哦，是。这钱看来有时候又需要刷啊。那个女宝宝咱们救不了了。点了啊！哎，不是这儿啊，还要走吗？不对了，这边已经是矿场了。哦，向上挥刀能干掉那个尖刺。虫宝宝啊，以后咱们会大跳了再来救。哇，这也能撞到，撞到！啊，太危险了啊，太危险了。好了，加了一滴血，满血了啊，这回走人。哎，来啊，看看啊，八分呢的，哎，果然看他卖什么东西啊。哦，强烈推荐啊，这个可以确认咱们位置啊，这个要买。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打开护肤菜单，哦，只能在长椅上操作。别的东西呢？羽毛笔，我需要买笔来更新地图区域啊。
哦，这个设定让我想起了世界树迷宫系列啊，但是那里呢笔是不花钱的，长椅标记减哦，商店温泉哦，一些标记。算了啊，咱们去长椅上装备护符。好的，装备了一个啊，看来咱们有三个卡槽。这回再下地图啊，咱们就能看见自己在哪儿了。哎，现在就能看见。哎，这个不错啊。啊，那好吧，那今天呢就先给大家试玩到这里啊。整体来看呢，这个游戏的制作呢是非常精良的。据说这个游戏的制作组啊只有三个人，那三个人来制作一款这样的独立游戏啊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啊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游戏呢，可以自己去找一下资源啊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